肠，哇，这个肠非常紧密，那你就写粗一点。但是锋利还要在哈，有时候字如果写粗了，锋利不见了，就变得叫吃肥呀、啊，所以要小心。虽然很粗，笔画都很粗，靠的都很近，但是该有的锋利、起笔的角度，还有那些锐利的角都要写出来，哦，看起来都很钝。可是那锐利的角，刷翻过来，挑起来，该有的角度不能因为写粗就把写糊了，点，还带下来，准备写下一个字。